歌曲，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舞动啊？后面
来的朋友有吗？二楼的朋友有吗？三楼的呢？所以应该都觉得就是身体都暖开了，对不对？身体暖开了，就是可以好好唱歌的时候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你会对？你确定？你知道歌单了吗？知道。好，那我就不卖关子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叫做《花的嫁衣》。
感受到很想天晴跟你们聊那个唠嗑一下，但有时候还是就是大概听到一点。什么谢了吗？是醉蟹了吗？还没，醉蟹还没吃，昨天又是吃大闸蟹，是醉蟹，然后还要配黄酒。我知道，下班之后才能吃醉蟹，因为有酒。我先认真上班，下班之后就可以吃醉蟹。怎么了？哎，后面跟二楼三楼会不会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？有时候就会跟他们唠嗑一下，看有什么想跟我聊的。好，我想我们继续唱歌好不好？刚才花的战杀大家表现得不错哟，那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会表现得更好，因为这首歌每一次说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好像很开心，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很温暖很圆满的一个大合唱。第一次爱的人，也是从你们先开始吗？这边的朋友都会吗？爱过也哭过，笑过痛过，
就很希望可以跟你们一起当老师，刚才都有是不是？很棒。啊？什么？那我看看我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们会不会唱，好不好？看哪边唱大声，我就一直往那里走。OK， 这个蛮大声，先过一下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由追追林俊杰哇所写给我的《当你》。被你们呼喊过来了，会唱吗？麦克风给你们的时候要接唱哦。最